各位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啊可白又唔知蒲头讲乜嘢关注组，我系 Water， 啱听啱睇嘅朋友记得帮手订阅 share， 仲有建设性留言，同埋加入会员，等我呢个 channel 可以做得更加好。嗱，坦白咧，声称啊就会喺呢个原本佢话一点钟直播嘅，咁我哋等埋佢啦，谂住连续开两场直播。之后唔知道因为技术上嘅问题定系乜嘢啦，咁啊改咗喺七点啊，抖音小号啊，即系呢个轩哥宁姐系啦，风雨同路发猪瘟嗰度直播。咁但系啦，嗱呢个你哋大家小心啊！如果你哋系黑粉的话，啊咁啊应该有人企图啊就部署呢个借刀事件啊，因为系今朝啦嘅时候啊。河马咧就唔寻常，预报啊就会话喺喺个小号度咧，阿河马同埋阿坦白啊就会一齐直播。依家河马引起公愤嘅情况之下啦，佢自己直播已经遭受网民啊喺直播期间就系咁闹佢。若然啊坦白情绪激动之下做出啲乜咧，咁啊广大嘅网民啊，就会俾佢屈咧，就话佢即系佢话你虾佢啊，嗰啲嘅诸如此类啊。所以今日啊，夜晚啊，第二轮直播，再次提醒啊各位啦，所有即系黑粉们啊，或者网友们啊，净系系啦，唔好闹佢啦，净系投诉啦。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即系黑粉嘅话，系啦，净系投诉，唔好中伏。咁啊，有啲网民啊，都叫即系讲下啦，叫讲传出去。咁同埋呢个小号咧，嗱，大家真系注意啊，唔好闹啊，坦白。同埋都唔知佢系咪 fake 我哋嘅，依家佢之前又话一点噶嘛，一点就转咗七点，可能之后又变咗阿大山婆又喺度食下嘢咁啊，算数噶啦，唔知道啊。朱古力甜筒你又知道，你咁叻嘅咁知道啊，食紧朱古力甜筒咧冇嘢食啊嘛，屋企系啊，有啲肚饿。咁啊，欢迎大家系啦。咁啊，嗱，唔好闹啊，坦白啦，话闹都闹啊，大山婆唔知啊，坦白咁耐冇出过嚟啦嘛，起码差唔多成个月冇出过嚟直播啊，唔知道佢会系啦，一阵扮激动啊，诸如此类咧。阿坦白都系一哭二闹三上河马啊嘛，大佬，你唔知噶，你唔知佢想玩乜嘢啊。同埋喂，佢个小号咧，好似俾人举报到唔用得噶。我就唔知佢心尾点啦，佢又唔够胆用个大号嚟搏啊！我相信啊，佢有讲过话佢自己阿坦白系嘛，离开佢谂住声称啊上东窗，佢都系咁讲啊，之后做咩傻事啊诸如此类噶嘛，讲咩我唔信。佢唔好再闹亡妻难少少啊！呢方面你都知道坦白咧，系啊，佢要闹起上嚟咩都可以闹噶嘛。有人话何太一定会出现啊，黄滑地等待你出现，咁啊明年今日你挨埋到啊，大山婆，佢点样甩唔到身法啊？你睇下你开心得几耐咯，佢讲到自己冇事咁啊嘛，唔可以俾佢咁得戚啊，真系呢条友要受了教训，系咪啊？咁啊得到呢、這个可伯的指引啊，七月十四佢边度怕啫？佢今日仲讲亡妻系嘛，仲喺度闹得更加严重，仲要连话咩翻乡下嗰啲街坊都走埋出嚟嘅，你明唔明啊？边度够佢玩啊？呢个喺琴日啊嘛，佢细号，佢细号俾人举咗啊嘛，见唔见到啊？你遮住阿坦白啦。大号即系嗰千羽 B B 咧就收警告，系啊。我反饋你嘅問題，客服就已經為你處理完成。咁啊，結論啊就係、是、啊，你好，反饋主播呢、這個上邊呢個啊就千羽 B B 生活落雨。咁啊，經查核存在違規行為啊，根據抖音號直播嘅行為規範，已經對佢啊進行警告處理。咁啊，非常感謝你監督。咁啊，你反饋嘅主播啊，即係呢個就係坦白。同埋即系咩轩哥啊，即系而家新呢个轩哥宁姐啊，呢个啦，风雨同路变黐筋咧，咁就系禁播啊嘛，系咪啊？存在违规行为，根据抖音直播行为规范啊，已经对佢进行封禁直播间处理，咁啊非常感谢你嘅监督，咁你俾人嗱七月七号嘅事嚟噶嘛，你认得个 number 啦，6822867089，咁呢个嗱你自己望下。
6822-8670809啊嘛，点解佢又咁有自信话今日喺呢个小号度，同埋佢唔会博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喂，直播到啊，真系，喂，唔好讲咁多，你睇啦。咪直播已结束啊！有时太快揿入去，佢就会咁、啊。准时啊！食咗饭未啊？大家吃过饭了吗？有拉二胡嗰啲声喎。谢谢粉丝宝宝送出的礼物。礼物。爱你么么哒。爱你么么哒，喊白的话。唱我吧，唱我吧。谢谢，谢谢天天想你。嗯、谢谢大家。天天想你就即系嗰个咩 GGHA 咩99嗰个啊，系依个天天想你。我爱你们，娟娟。娟娟，谢谢大家，我要播放一点人家搞我的视频，你们听哦，请大家听一下。我投诉去虐待老人，欺诈老人，好做得好好，又播到啦佢。琴日噶嘛呢、這个，唔系今日咪讲过咯。你喺佢出边嗰度咧，点就系咁狂举就得噶啦。狂投诉佢呢个号，等佢咧翻唔到身都好。咁咪点啊？咁样恶搞我哋噶。咁人哋叫投诉你啫嘛，有咩问题啊？吓、啊？所以我老公又冇得我老公出镜，就系、是、因为系有呢啲罪该和仇。唔好理啦，反正六分钟咧就举报一次。佢话头先佢自己揿错掣喎。反正就是这样举报，不可以被他带到货。哇，真的天理不容啊，如果被他带到货。你这些这么卑鄙人才是天理不容啊。晨曦之光啊，找你啊。那还有这个啊，他今天上午一大早就发这些信息给我了。咩何太？反轉嘅咧？你好想搞我哋網台頻道，咁啊唔緊要的。搞我哋先啊，佢係嘛？我哋背後有呢、這個。你依家咁樣啊，變成屈我啊，反共乜乜乜啊？你唔係咩？反中亂港啊嘛？分裂國家乜乜乜？你係啊？佢話本人已經去信國務院祝你好運，佢話佢背後有廣區大人政協人物啊啊！呢啲咪惡人先告狀咯！我喺香港已經舉報咗佢嗰個私人公署嗰度，舉報咗佢咁樣嚇，喺指使人咁樣嚟惡搞我哋。咁樣可以舉報啲咩啊？佢又唔係爆你私隱嚇、啊？我唔明喎，咩料啊？係啊，尾眼尾都歪咗嘴啊嘛！謝謝大家的支持。又謝謝大家的支持，又來了。支持周文强啊！有人话好啦，唔使戴口罩啦，唔使戴啊，系啊，你又淫笑啊，又喺度。我播咗呢啲片俾平台，应该听得到啩？系、嘛？应该依家识得分析边啲先系坏人，吓边啲先系恶人，边啲先系好人，系咪啊？正能量人啊嘛。嗰啲就系坏人啊嘛。嗰啲搞到我哋，搞到阿豪生都冇得出镜。咪就系咯。成日去诽谤众生我哋。邪魔鬼道啊！邪魔鬼道，我哋睇得清楚啊！邪魔鬼道，好多人话日间基佬叫支持周文强啊！佢成日话老师啊嘛，啲人玩嘢你冇理嗰啲人。你冇咁容易上當人哋噶，系啦，冇咁容易上當人哋噶。你個頭好大啊嘛！嚇，呢啲人係咁噶嚇。咁知日日咒我老公同我喎，冇啊，又話我老公身體健康啊，450萬就係我老公嘅死忌喎。嗰啲人真係
幾膽大包天。咩人咧？有嗰啲人渣嘅。膽大包天。膽大包天啊！要彈出來，因為我們講國語，嚇。咁啊，坦白講咩啊？出嚟。會真君教室之何太煲湯啊！呢度有喂咩料啊？人哋追翻450，那追回來那450万，本來就是屬於何先生的嘛。為什麼要這樣子對人家呢？恐嚇人家呢？說人家拿到450万的那一天，就是我老公的。哇！咁快啊喂，咁快就舉到冧咗，唔係啊嘛，啊！喂，大佬，2分钟喎，2分钟就玩完喎，点搞啊？我睇下讲下先，同啲群组嗰啲人，喂，点搞啊？2分钟就搞掂咗佢咯，坦白，2分钟就玩完啦，见证传奇一刻，咩料啊？2分钟，哦。哇、哦！2分钟就搞掂咯，点算啊？咁样，老公我仲出唔出嚟啊？嗱，睇下佢10分钟之后又会唔会出嚟啊？都未开始讲嘢，咩料啊？佢又唔会用呢、這个大号仔去搏噶，我相信佢。千羽 B B 嗰啲要有时间，咪睇下坦白群组嗰度先啦。佢冇咁快出嚟啊，隔都要隔10分钟，系咪先？咁啊，睇下咩料啊？系啊。今日佢讲亡妻啊，太过 P K 啊！你尊敬嘅家燕姐一个人踏脚踏实地咁样凑大3个小朋友，咁你又唔 L 翻工食仔养仔女食综援系嘛？攞公屋去沟啊喊白，呃人哋搞散，呃人哋啲钱搞散头家系嘛？有咩事又赖人？系啊，咁样唔得啦，大三婆咩料啊？就依、這个喂，指住佢话咩？斜乜晒？佢有 P 图啊嘛，开 P 图就系咁样噶啦，啱先？冇问题嘅，亦都快啲出翻嚟。河马，你创业用你嘅钱，何家450万咁少钱，你点会睇得上眼呢？你自己啊，有几个亿嘛？咁啊，450万俾5个仔女分啊？你做乜嘢要用佢哋嘅钱创业啫？咁你同咩同你佢哋同你有咩关系啊？仲话系啦，依家一路升紧，升咩啊？血糖一路升紧啊，系啊。咁你一开始直播一定系升紧嘅，系嘛？咁开心，家燕姐上咗富豪游艇，埋街饮香槟，河马你上咗拆船，埋街饮啤水啊嘛？唔紧要啦，依个亦都。点解无端重逢复复又重复？系啊，举报举报，你可以咁样引流啊？你会唔会又系？系啦，唔知系咪啊？邪魔鬼道系啦，咁啊搞唔掂啦，大三婆，睇冇咩更新啦，讲下啲咪2分钟就玩完咯，系啦，举报结果啊，见唔见到啊？呢度举报结果，轩哥玲姐系嘛？风雨同路嘅直播内容，经我哋查核啊，核实。存在呢个违规嘅行为啊，已经对佢中断直播间嘅处理，感谢你监督。咁啊，10分钟之后应该翻嚟咯，咁样系嘛？咁啊，嗱，中断直播系啦，收警告。咁啊，唔知玩几耐啦，睇佢再10分钟之后出唔出嚟啊？冇办法，你个长期嘅斗争嚟啊，呢个系嘛？同啲黑粉嗱，我冇啊，我冇意见，我咩都唔知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系啦，嗱，呢度佢话咩啊？咁啊 ，Mango 有得多謝你。喂，咁停幾耐先得㗎？我哋都要知道，得個知字先啊。2分鐘直播就收皮，咩5分鐘後暫時收皮，邊有5分鐘啊？依家都係02分咋，講咗一輪時間啦，冇5分鐘啊。佢59分出嚟㗎嘛。咁啊，睇有啲咩更新啦，繼續等啦，等了又等。咁嗱，如果你哋收到消息喺第二個咧，係啦，佢一除口罩嗰下，佢哋就已經輸咗啦。咁啊，各位努力舉報。咁啊，嗱，你哋自己研究下，我唔會鼓勵人哋。一陣佢應該擺我上，哎呀，無良跟師叫人舉報，我從來都冇人叫人舉報你，我就叫人做一啲應該做嘅事，係啦，你覺得啱嘅嘢咪去做咯。啱唔啱啊？咁啊唔需要聽我講嘅，
咁我都有我自己覺得應該做嘅事，咁啊大山婆都俾少時間啦，俾少時間我，又有新嘢玩啦，冇所謂。咁唔係，你可以話我為咗呢個收視不擇手段，嗰、那個無良僵尸係咪啦？都唔排除佢自己一個人走去呢個千羽 B B 嗰度再開啊！咁啊應該玩，唔係佢玩到俾人舉到佢咩先啦？應該唔係咁樣兩分鐘就刀喉唔刀肺，佢一定要再出嚟噶嘛？你知道佢以係大山婆嘅性格，垂死掙扎係咪啊？今晚坦白實俾佢出多兩秒鐘，咁睇下出多幾多秒鐘咯。兩分鐘就收皮啊，大佬不得之了係嘛？唔可以兩分鐘就收皮噶嘛？大家都睇未睇到啱啱遲入嚟嘅朋友點算呢？係咪唔可以咁噶？兩分鐘俾多兩分鐘佢啦，係都佢睇下佢係咪有以前嘅性格，同埋佢要十二分喎、哦，係咪？依度睇望一望先嗱，佢當佢十分鐘啦。佢冇寫時間啊！依度係啊，邪魔鬼道咁，佢應該十五分左右咧，搭三左右啊，佢就會出翻嚟啊！邪魔鬼道啊嘛，佢哇！但係點解我鐘喂咩料啊？化定個妝咁啊，睇下睇下佢啦，睇下會點啊！邪魔鬼道五分鐘收皮係啊，十五分左右應該會出翻嚟啊！我哋唔好亂撳住啊！依家搭二啫嘛。佢搭二，唔係佢搭正嗰陣時都仲講緊嘢，所以冇啊，冇咁快啊，邪魔鬼道，兩分鐘收皮，睇下佢可以玩幾耐啦，兩端啊，睇下先啦，睇佢繼續玩，同埋你一係就唔好擺阿可白出嚟，但係我哋想睇阿坦白啊嘛，係啊。咁啊，兩分鐘收皮真係好慘嘅，其實你俾佢講多啲嘢先，啊，冇繼續啦，繼續出嚟，女戰女敗，女敗女戰，係啦，咁直至到咩先啦，封禁為止啦，係啊，啱啱開翻得來不易係嘛，河馬出嚟未？翻來咯！河馬 calling 河馬咩？馬上風突冇馬上方咁，佢喺度係啦。阿坎伯都有講佢一兩句嘢嘅，但係講啲無關痛癢嗰啲嘢咯。係啊，勸哥，快出嚟啊！勸哥，我要聽你講嘢。勸哥，規定係啦，我最想聽你講嘢啊嘛。勸哥 calling 勸哥係啦，咁啊。如果你打微信嗰边开直播，即系开嘅话咧，麻烦通知声啊！如果发现咗，规定系啊，讲事实就系讲粗口，佢有冇讲粗口？系啊，整翻只吉他他舞啦，再唔系坦白 CYCS 亦都多谢你，唔系啊，快啲啦，整翻只吉他他舞，吉他他，哇，系啊。吉他他咁样嘛，佢都几似吉他他老伯啊！有冇睇嗰个咩咕噜咕噜魔法阵啊嘛，叫做嗰、那个几似吉他他老伯，除咗副眼镜咪似咯，又系光光地头噶嘛，冇问题，出嚟啦，唔好嘥大家时间啦，系嘛？你唔会咁样两分钟之后就当算数啊？有冇人喺群组度收到河马嘅消息？亦都麻烦通知声啊！如果收到消息嘅话。啊！睇先，咩？我爆泄点样？边个爆泄？河马都爆泄啊！邪魔鬼道啊！呢啲咁嘅系嘛？邪魔鬼道一出嚟就收工，咁都非常之惨啊！快啲出翻嚟啊！唔好嘥浪费大家嘅时间啦！啊，最多就玩下，之后又俾人举报，系嘛？快出嚟先啦！坦白，你要出嚟，你唔出嚟就冇辦法，系啦。等等啊，快啲出嚟啦！只系停咗啫嘛，佢依家系啊。秃鹰都话唔知，秃鹰唔知啲咩啊？有人爆料啊！快啲出嚟，你来咯，大山婆！哇，大山婆，你快啲出来咯！好掛住你啊！應該又會唔會同我又喺度講啊？話大三婆同我有路啊！喂，好似有人爆料，等等先，望一望啊！唔係唔開啊嘛？
望一望先。今晚直播7:30喺抖音小号啊，系啊，嗱最新消息，抖音小号再嚟过，大家可以放心，河马继续嚟啊，15分佢就会嚟噶啦。哦，大山婆15分佢就会系啦。嗱，佢依家靠啊嗰个叫咩叫咩名啊？神曦之光啊，咁啊传话都系喺小号啊，咁咪睇下佢又再嚟啊，快啲啊，等你啊！你来吧，系啦，快啲啊！自叛轻佻讲错话，大家放心啊，一路喺度更新住，快啲啦，出嚟啦，唔好玩嘢啊！嗱，呢度啊，15分啊嘛，见唔见到啊？今晚15分，系啦，7:15喺小号，到时同阿何生何太就喺度直播啊嘛，咁啊等紧你啊，15分未？你遮住咁啊！你遮住个号码，咁啊15分，依家到啦，未啊？快啲啦，出翻嚟啊！你来，快啲，快点归来，系啦，你嚟啦，快啲啊！蔡天凤归来啊嘛，大佬，可白灵姐归来，青青出嚟啊嘛，可能嗌青青先有用。青青河边草，啊，一喊白唔好喺入镜咯，喺个镜头出边，喺度自己嗌入嚟，咁中意讲咩咪讲咩咯，咁样得唔得啊？系嘛，睇到好似，但系难为啊喊白，不过喊白俾人难为，佢都自愿嘅，呢方面冇乜咩问题，快啲啦！咩傻咗啊？我边度傻咗啊？咁啊，关心啊，喊白，人人有责噶嘛？呢方面，喂，15分喎、啊，迟到啊，系嘛？整翻只词作词人俾你听下先啊，使唔使？许志安系咁啊，佢嘅行为会唔会仲更加？诶、哎，嚟，回来，系啊，翻来咯，唉、哎，好烦嘅，成日一揿入去个直播结束。话喊八字嘅一个透气先，喂，又直播结束，唔系咁快一出嚟就俾人举爆咗啊嘛？咩料啊？唔系又中啊嘛？今次几秒啫？咩料啊？吓、啊，唔系啊嘛？咁都得？喂！出嚟2秒啫，大家见到可伯个样唔够2秒就冇咗。我唔识讲咩啊，用咩嚟形容啊？一秒拳王啊，果然系咩料啊又？我除咗笑之外，我真系俾唔到咩反应啊，大佬！一秒我 cap 图都未 cap 得切，咁就冧咗档。一秒拳王啊，极速挑战极限，肯定唔够10秒啦。当我有啲闷都好啦。通缉令系嘛？河马7:30再抖音系嘛？冇咗啦，已经没有啦，系嘛？冇咗啦，7:30系嘛？一秒超人啊，大佬不得了啊！喂，仲出再唔出啦？睇下啲消息先啦，俾少时间你啊。喂，咁样冇嘢玩嘅。咁起码要答3啦，唔系答5啦，答5先至再出嚟噶啦。佢如果出嚟嘅话，咁啊睇下喊八，系啊喊八群组话咁跟得咁贴啊，阿罗永全有啲料到啊 ，game over 了。咁啊喂，有冇人记录咗几多秒啊？仲快过呢个史上最快嘅入球，7:30。系嘛？大家举用呢张李勇老人博眼球啊！系啦，鸡冠头、怒发鸡冠系嘛？怒发鸡冠河马柱啊嘛！第二支2秒啊，2秒啦，当系啊！所有群主冇用啦，已经睇下佢又喺个群组度讲咩啊？7:30嗰轮系啦，答三嗰轮啊，已经玩完，答五会唔会再嚟个咁啊？而我不知道啊，河马是谁啊？真系完全
7:30已经太迟啦，你哋入去2秒啊，冚白，咁你不如喺出边嗌啦，攞住个大声公扮喺隔篱屋咁得唔得？一阵又话我教精佢，咁唔好俾佢入一秒就完咗啦，不如嗌一阵先啦，大家系咪啊？我哋系啊，两秒就收工啊，滴咗两水都未滴到两滴喎，啊2秒就收皮，唔系1秒边度 cap 槽 cap 得切啫？系咪极速呢个挑战极限？两秒收皮啊，真系不得了！2秒收皮喂，大佬揿都揿，啱啱见到尖让到阿可伯个样，之后就收咗皮啊！咁边度够玩啊？几时收翻间公屋要房署啊嘛？要问我，我帮啊，唔系我可以睇下有冇有啲方法啦、啊，帮助呢个房署协助调查。咁但系要俾啲时间我啊，搵人做嘢，唔系，即系我要调查，我都要啲时间嘅。两秒狼啊，两秒狼咩料啊？冇嗱，睇下佢啲警告啊，河马咩？怒汉直播双响炮，哦，明白，咁啊之后等先2秒破纪录，真系未试过咁快2秒就 KO， 7:30已经慢咗啦，依家话咩料啊？河马首长2秒，咁要等10分钟喎，要缓冲期啊，成件事件，两秒就收皮，快点啊，系咪啊？河马冚白，喂！有人 cap 到呢张图啊，攞嚟做封面啦，咁样劲啊！有啲料到，咁样 cap 到呢张可白，咁样2秒你都 cap 到图，不得之了啦，直头系嘛？咁你第三次点样出嚟啊？谂住啊冚白，系啊，你谂住点样出嚟？用咩嘅？用阿河马个样出嚟咯，不如好唔好啊？好唔好？系啦，用阿河马出嚟啦。用阿河马个样子，你攞个大声公喺对面街咁嗌落去，咪嗌过嚟，咁样会好啲咯，我觉得系嘛？咪起码玩一阵先啦，冇人嘅，你想我哋都想听下佢讲咩？可能喺个群组度嗌啦，即系封第三次咁啊封禁噶啦，第三次系嘛？系啊，鸡冠怒发鸡冠啊，怒发鸡冠都冇所谓啊，喂，点解冇咗啊？怒发鸡冠。咁啊！依個之後咁奇特嘅審美，佢依家憤怒了 Angry Bird 嗰度咧，會唔會咁樣下期越嚟越尖啊？佢個憤怒值啊，係啦，即係越嚟越尖咧，尖到上去啊！啊，唔好啦，即係唔醒啊！佢廿五分佢會再出嚟啊！係啊，大家要等到25分，咁啊睇下佢個群組有冇咩新嘅交代啦！25分，我哋等待25分。1秒咸虫啊！有人话系啊，1秒咸虫，即系冇得顶2秒，真系不得了！我真系未见过咁快，都未睇到佢讲嘢，见到阿冚伯系2秒都 cap 到图，果然系高手啊！刷新纪录啊！2秒，喂，快啲出翻嚟啊，冚伯！等待你啊，我等着你回来，但都冇啊，22分啫嘛，依家7分钟就过去咗，冇咁快可以出翻嚟。喂，有冇人睇到嗰个投诉报告啊？我都想知道咩事。睇先，服务指引，私隐专员公署系嘛？连名都唔知，去私隐专员公署，人哋叫佢投诉啫嘛。有一次就5分鐘收咗，佢今日都好快啊，係啊2分零鐘啊，3分鐘之內啦，錄一個杯麵都未熟係嘛？今次就2秒破咗記錄係咪啊？謝謝爸爸，之後就收咗皮啦，係啊，美遊啊，佢就講咗幾句咯，攞咗部電話出嚟，第一個直播攞咗部電話出嚟講咗2句，之後係啦，你要講呢個入正題啊嘛，唔好喺度拖泥帶水。直播1秒就俾人舉到收皮，河馬咁樣俾人玩，嗱唔知1秒咧，俾多1秒佢啦，我哋豪1秒俾佢，1秒拳王咩？唔通真係係啊？喂，呢度咩正在直播16分，係啊16分佢先直播啊，即係要26分啊，快極都極速魔打手都要26分佢先直播，係啊，
直播分析唔使去分析啊！呢啲誒，佢依家喺度做直播，佢會繼續卷土重來噶嘛？係啊，嗱，見到啊，十六分至到十六分，總之一分鐘內搞掂。第一個直播有咩零八至到零四喎，即係有六分鐘嘅原來第一個直播，我哋俾多即係少咗係啦。第一個直播有六分鐘，咁可能就係之前啊要填翻呢條數，咁佢一分鐘唔使就 KO 咗咯。快啲啊，出嚟啊！26分，我哋就傾多三分鐘偈。可伯出聲未？出咗嗰、那個直播冇出聲咯。係啊，等九月會知九月先知太遲啦。我哋邊有咁有耐性啊？仲要玩多兩個月？唔係啊嘛。微信開，你講真定係假啊？有人話微信開喎，係啊。如果有微信開喺個羣組度，微信喎，有人話。喂，俾條link嚟得唔得啊？俾條link嚟啊！係啊，俾條link嚟，俾條link嚟，零零零零零零零升天，微信開喎，喂，好，我哋去微信，唔緊要，因為我唔知點樣撳入嗰個影音號咧，撳佢我訂閱嗰啲人咧係冇噶，俾條link嚟啊，大佬，各位。各位粉絲爸爸，我知道微信啦，係啊，轉戰微信，唔係啊，我要關注，係，我唔知點解佢係咪我關注咗佢啊？喂，俾條 link 你啊，麻煩，係啦，其他唔緊要，係啊 ，link 最緊要 link， 係啊 ，link link link， 我唔知點解睇唔到佢啊，喂，等先，可唔可以掉條 link 喺羣組啊？我唔知點解我睇我關注嗰啲人冇啊，唔該你。佢喺微信啊嘛，依家啊，快啲！寧得罪小人，莫得罪黑粉啊！有人為微信直播，快啲啊！俾 link 俾 link， 係啊，俾 link 啊！唔知點解咩推薦嘅內容，咩引流話未見到啊，係嘛？各方面咁啊，唔知啊，佢話喺微信係啊，唔知會唔會 fit 嘅呢條友？微信未見到啊，直播唔要咩日常推薦。首頁咁啦，要我會轉切換畫面啊！真係，唉，依條友真係完全係搞唔掂啊！推薦更多用户係啊，邊條 link？ 佢話喺微信嗰度開直播啊嘛，依家轉戰微信啊嘛，阿河馬係啊，所以微信如果開咗個直播，俾條 link 啫嘛，未開咩？依家好，我哋繼續等待，等了又等，好似打機咁，大佬咩料啊？咪又要整圖係嘛？依啲真係好煩，好擾民啊！係啊，群友係咪先？玲姐講現實，咪依個啊 ，book 佢啊，整走依度先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冇聲喎，玲姐。玲姐讲，谢谢大家点的赞赞啊！讲嘢先得噶，咩料啊？微信变咗玲姐啦，依家玲姐好现实啊！话我哋要听，我哋唔系听你啊嘛，讲嘢啊！Hello， 讲嘢先啦。大家晚上好哈，你好。冇声嘅喂，但开咗声嘅喎，摆明。谢谢大家的玫瑰花。默剧啊？冇声喎喂。你哋有冇声啊？点解我开咗冇声嘅喂？咩？假的啦，都是用那个电脑合成的啦。冇声嘅点解？有一点。聪明的人都会感觉到，都会知道的啦。死心不息，听到有声，点解听唔到又讲咩？心上加厚于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听唔到喎，系咪我？我个耳筒啊，激动得滞，扯得太远啦，条线咧。睇下依家，玲姐讲现实，解决咗啦。我是广东人家的，不是广西后州，不是哦。不是哦。
咁啊，佢醒啦，依家喊白唔出镜啦。不在深圳啊，在阳江。你喺度讲大话，系咪先？是吗？你有个朋友跟我口音很像吗？谢谢粉丝送出的粉丝灯牌。哎，有你啦，大佬，不得了！粉丝金牌。师奶头，哇！所以你们真的是很污蔑人的。我说跟你们解释，说那个是被人家做了手脚的，大概要另外那些拍片的人加我的头脸上去，这样子说，你也能说是我的，你真的好卑鄙哦。咩啊？你嗰个廿几岁嗰个样，边度有人有你廿几岁个表？黑心人都解释不通的。解释不通的。黑心人。黑心人啊，拿美星人系嘛？宁舍西人啊。边个嚟啊？有人讲嘢喎，后边有个女人。佢阿媽定佢家姐啊？你們那些黑粉，什麼都用來搞人家，用來污害人家，污蔑人家哦。污蔑人家，俾人污蔑你。我平台他要求我要多講普通話，他說他識別不了我的話。识别不了你的话，点会识别唔到咧？你讲普通话都识别唔到噶啦，系啊。好的，不用去理会他们。头先个咩天天开心咯，咪就系咪嗰个？总之，谢谢我看到你了。人送礼都睇唔到喎，唔知点解。李先生，我看到你了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大家所有人对我们的支持。没人支持你啊！谢谢送出的星星。爱送你的爱心，系咪啊？佢个头是的，我是真和泰啊。下次咁样噶啦，佢个鸡冠头，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？欢迎大家，越缩越高啊 ！Angry Bird 啊！跟我聊天，跟我互动，跟我互动。谢谢大家。我唔知點解睇唔到喎，係啊，你哋可以 cap 啲圖出嚟，我去講述一下，應該都係嗰個咩天天開心啊嘛。依邊好似佢微信咧嗰啲嗰個，不管在到哪個地方都是命的，是命運的安排。命運的安排，喂，同緊佢阿媽講嘢，或者佢家姐。命運要讓我受委屈，那我也擋不過啦，我也要長壽啊，是吧？謝謝大家的關心。讲呢啲系嘛？我睇紧你讲嗰啲咩爱情动作片噶，我哋要睇嘅。是啊，我是阳江人啦。我哋要睇爱情动作片咯。我土生土长都是阳江人。我哋咪要睇呢啲喎。谢谢。重新进入啊，系嘛？我这个发型我都。收了二十几年这种发型，系二十几年啦，嗰个头咪就系你咯，嗰个青青个头。我没那么容易改变的啊，我就是的，我用东西，我有的东西，我这眼镜都用了十多年了，我没有常常用，有偶尔会用一下。系嘛，财商咯。都要摆放了几年都没有戴过，之前。就会连续用了一两年吧。我嚟自德胜，我哋再睇有冇啲你哋话要喂咩料啊？谢喂，
咩料啊？我哋入翻去，重新捉尸鸡离菇头系嘛？咁样对老人家天收你，啊咁啊唔，其实都唔使再重新啦，唔紧要。不过已经见证唔到传奇一刻点算？喂，有冇捞咁耐啊？边个支持你啊？谢谢大家的关心啊！吓，讲下嘢，话佢好闷啊！你够胆话恩妮啊？系啦，你咁系咪唔够胆话恩妮？可伯知唔知你系爱情动作片嘅女演员啊？谢谢大家。呢个啊 ，GGHL 啊嘛，九九啊，系啦，呢个就即系咩天天想你啊？你唔知天天乜乜嗰个嚟噶？系啊，呢个啊 GGH。系啊，九啊九啦，总之。我都不是广西人，怎么不可以做呢？即系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？越南人啊，会唔会系？我本来就不是那里的人，就是你们生我白做砌我啫嘛，乜嘢都系砌我噶喎。啊，呢啲网上啲人好奇怪喎，乜都系砌我嘅。总之我光明磊落啦，我行一正企一正啊。何太。半夜都唔惊。鬼敲門嗰種人，係啊，老何太驚唔驚？老何太夜晚敲揾你啊！何太，你不要嫁可伯，佢太老，嗰方面唔得啊！仲話有自己嘅生活，悶到死係嘛？何太，喂依個啊，仲要喺度留言喎、啊。謝謝啊，謝謝所有支持送禮物係嘛？守护天使点样守护天使啊？好的，过好支持啊！李献计喎，李献计又点啊？喂，咁样拉落去睇唔到佢下边嗰啲留言嘅，点解咁失？点解咁反智嘅成件事？我想睇下边嗰啲留言咧，系啊，睇唔到喎，你望下，咁样就变咗下边嗰啲嘢啊！咁反智嘅，点解成件事？每个唔好去抢人哋450万，太少啦，系嘛？咩啊？何太唔食嘢直播系嘛？你个发型真系好有精神。阿龙啊，个男主角阿龙啊，喺2005年同你系咩关系？我现在怎么会处理这个直播间呢？有那些黑粉在骂人的，在骂我的，我必须要把他移除的。不得了啊！阿龙系咩关系？呢个真系正。李献计陪住你喎，李献计又喺度喎。支持，还有祝福啊！450万烧咗都唔好益只河马。如果我系仔女嘅话，喂，呢个正啊，呢个贴图啦。阿龙2005年同你系咩关系啊？你系13点，佢唔止13点啊。那些讲话不文明的，我也踢啊，踢出这个直播间的啊。系冇乜能留。就快7月14，那你让你害怕咯。7月14啊，不要在我直播间这里乱说八道啊！呢只碟系你朋友阿娟攞出嚟。光明磊落。啊！又扮惨，坦白唔可以出镜噶啦，佢再出镜又俾人。那些说话不尊重人的，我也会踢啊。今天晚上在外面吃了点饭。吃了点饭啊。你们吃了晚饭没有？嗱，这个货金榜啊，我哋再睇下。暂时啊，这个货金指数，你朋友阿娟攞只碟出嚟都讲得出，不得了啊！真系成件事。Anna， 多谢你。货金指数啊，又系嗰个啊，知知即系天天乜乜嗰个啊，但系我要唔可以遮住聊天嗰度啊？嗱，货金指数呢、这个知知知知 HL 啊，永远都系佢喎。第二就系嗰个阿 Red 啊，啊，我不是在釜山啊，我在阳江。阳江，阿娟攞只碟出嚟喎，呢、这个啊，见唔见到啊？货金货得最多嗰个啊！他们那些黑粉好恐怖，有没有这么可恶啊？一看到我老公出镜，他就举报，就搞我的老公，不能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播的。不可能，我老公一起播了。阿 Wet 啊，仲有8XX，唔知8XX系边个嚟啊？
系啊，阿龙啊，同你喺零五年系咩关系 ？Iris， 多谢你讲嘢啦，好闷啊，哎，搵啲嘢食下先。你看那些说那些话多丢人啊！什么四百五十万已经过去式了，你就想得美哦！我跟你说，你的侯伯伯还没发力啊，你想得美啊你。可怕！不尊重人的全部都要移走。闹人啦、啊，唔好啊，唔好讲呢啲啦，呢啲冇意思啊。就聊天啦、啊。聊天啦、啊。想播什么呢？聊天啦、啊。哇，咩嚟哇？好似啲慢动作重播嗰啲声咁啊。看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跟我的粉丝在互动，在聊天呢、啊。喂，佢一時時喎，嗰個左腰咧話佢，其實係咪嗰個鏡反轉咗呀？佢依家又用右手喎，咩料啊？係啊，睇下佢幾時爆發嘅啫，呢啲嘢唔係去廁所揾嘢食啫。說這句話。阿咩嗰啲人咧，嗰個人絕對唔會係正人君子，絕對係從早到晚都係呃人錢嘅人嚇嚇。呢個係咪呃人咩錢？就將嗰啲嫁禍喺人哋嘅身上。邊個嫁禍你啊？你有咩意思啊？你一講我又踢咗你，你有乜嘢意思喺我直播間倒咩亂咧？做人咧要即係文明一啲好。你好文明啊！你吃了什么红马面？你也滚出我的直播间！你说话都一点都不尊重人！你吃你才对啊！你我没有。问你哪家朱古力？我现在在内地，在内地。这个说话一点都不文明的，我也要踢哦。不文明呀！什么侯伯宇啊，新和泰的汤好大条，聊你自己大去吧。这些人太不文明了，我的直播间是不会欢迎你的。系咁货金喎、哦，嗰、那个 GGH 咩料啊？不文明，你好文明咩？谢谢，谢谢。但唔知点解佢唔会更新噶喎、哦？抖音嗰度会一路喐噶嘛？更新完之后喐一阵之后又唔知点解会变成咁喎、哦？好奇怪啊！成件事。现在没有空带货呀，以后有空再带吧。你唔系啊？谢谢大家。你话要咩嘛？你话要有快递公司，你先会带货啊嘛？依家又改咗口啊，吓、啊！冇呃人喎、啊，河马嗱更新啦，嗰、那个货金啊，系啦 ，GGHL 啊，九啊九。你想我讲什么呢？依家2600几啦，已经。做直播，说说话，聊聊天，不行吗？闹人啦、啊，又系。你嫌我冇嘢讲，你可以唔睇噶吓。唔好话佢冇嘢讲，系啊，问下佢个仔，喂，系话问下个仔啦，唔理佢个仔点啊嗰啲啊。来看笑话，我就让你自己笑自己回去吧，你，我就移走你了。好恶啊！来看笑话的，你叫什么红马姐，我也把你移掉。哦，你这种不是好人，不稀罕你做我的粉丝。
咪讲下个仔啊！喂，后边佢阿妈定唔知佢家姐喺度讲嘢，听下。你死我都还没有死，啊！这人好卑鄙啊，好放肆啊！啊，万活太子死死啊！你死我都没死，哦、啊，我长命百岁的。系嘛？系啊，梅妈都长命百岁啊，冇问题。但梅妈有钱啊嘛，起码系嘛？你有冇钱先得噶？冇钱长命百岁都好大镬噶，其实。赚五十几倍啊！你睇下第一嗰个捐钱，即系货金啊。你喜欢吃杨家的猪肠肉啊？我也喜欢吃啊。喂，闹人啦、啊！一系我哋讲紧你回应个咸片啫嘛，又唔回应啊！依家。你滚蛋吧！要说我的财商学院会不会是骗局？啊，这些负能量的人滚出我的圈子啊！不管在哪，我都不会欢迎负能量的人的啊！再出再入都是没用的，他转过头又是定了在这里的，不知道什么料。是啊，我刚才就试过再出再入。82岁，阿龙在哪里？阿龙的故事。是啊，捉他咩？张床瞓到咁啊，唔系啊，瞓喺张床，咁个个人都会，个个人都会喺张床度瞓到100岁嘅。刷新一下留言会好多嘢，但系我会睇唔到画面一段时间噶嘛，系啊。之后佢刷新完一阵，之后佢又会再停咗喺度。我头先咪刷新完咯，系啊。有直播咩？港人咩？衰人讲自己系好人，不嬲都系咁噶啦，啲人唔认噶嘛。其实我开播有好处，就是在这里找那些黑粉啊、哦。找黑粉咯，你咪找取饼找，没有问题。系啊，他见唔见到我喺度嘛？踢埋我，没有问题啊。係啊，問下佢個仔喺邊度啊，關心下佢哋，係啦，關心下佢仔喺邊度 OK 啦。誒，你唔使理個仔啊，又係咪先？冇責任嘅你完全，唔夠你玩啊，完全係。是的，我瘦了8斤。係啊，瘦了8斤啊。啊，瘦了8斤，當減肥也挺好的。邊個會冇聲啊？邊個話無端端話冇聲？嗰度最大喎，冇聲。我頭先都以為冇聲，其實我個耳筒咧就甩咗條線。係啊，黑面啊，快啲啦，嚟啊嚟啊嚟啊！強顏歡笑。我現在要借錢開飯啊，什麼有錢人應該要查。你再勞煩人家政府去來查我，也查不出什麼結果的。我跟你說，你們講那些事我沒做過，那。怎么呢？哦，政府做事不会像你黑粉那样子哦，夹硬往人哋嘅身上屈啊，唔通系咪？咁人哋局长屈你啊？我清清白白一个人吓、啊，我清者自清啦。处长屈你啊？局长屈你啊？叫人查我，你叫人查，即系麻烦到政府系咪？浪费政府嘅人力物力。依家局长、处长话要查你啊嘛，唔查你都唔对路啊，话唔啱数啊嘛。咁點解政府唔查你啊？咁咪睇下咯，
阿龙嫂啊，依家佢系咪新朵？20多年前的影片有合成的吗？你不给人家，现在就给你做一个合成的啊！啊，人家不妥你，想摸黑你，你相不相信？人家也能给你，现在就做出一条，你信不信？20年前的片啊嘛，嗰条文化啦，真的。嗰条片系20年前已经啲人已经睇过噶啦嘛，个问题系嗰阵时都未知道你河马系乜水，咁何来？嗰条片何来可以 P 可以做到出嚟咧？佢个逻辑搭时光机啊，回到未来啊，啊？那人家问我，我就澄清咯，我就澄清咯。要是我自己说出来的，你还有什么要往我身上来诬赖我的吗？赖你咩啫？咁点样20年前？系你啲黑粉啊，收啲啊，唔该你啊。文明啲讲嘢啦，做一个善良嘅人啦。20年前嘅片点样可以整到出嚟啫？咁你解释唔到嗰个合成噶嘛？20年前边度有呢个技术啊？20年前就要知道嚟做你啊？唔系今日突然间出一条咁嘅片啊嘛？咁20年前已经存在嘅片，点样可以特登今日去做啊？那是因为啦，博那个流量啊，为了赚那个。没良心的钱就是那样子，不择手段咯，嗰啲黑心人咪咁嘅咯，你为专门去诋毁人啊、诽谤人啦、啊，就达成佢自己嘅利益啊，咁噶嘛。系啊，为咗450万咯、啊。真系人渣败类嚟噶。为咗即系佢咁样做人，此時的手法啊，真係傷害緊呢個社會嚇。係啊，河馬你咪今日係我咧，講唔定下一個係邊個都未知係咪？你傷害緊五個仔女啊！你哋係已經係為咗賺錢係不擇手段嘅啦。係啊，為咗攞翻個450万，你咪不擇手段啦。唔係你噶嘛，同埋你要搞清楚個450万啱唔啱啊？唔係可白噶嘛。我老公在跟千雀在聊天，在吃那个黄皮。又食嘢，又话食咗饭嘅，喂，继续讲啦，咸片嗰度，我系想听嗰啲啊嘛。谢谢大家的理解明白啊、哦。理解啲咩？对啊，我相信所有好多人哦，世界上好多人都是明白人来的，都不会为那些黑粉牵着鼻子走的哦，都还是会去分析那些是的。俾你牵住个鼻子走啊！依家系嘛？屈晒机啊！完全呢条友，继续讲啦，因为讲你个仔系啦，其他嘢都系好闷。Elisa 多谢。啊，咁咩全盛24小时1823，佢依家喺大陆都冇啊，你1823都冇用啊。那些黑心人真的是太狡猾了，你一个人不管一个人多好，他都可能是阴谋使人的啊、哦，去猜出嚟佢哋心即系佢哋谂嘅嘢就交安喺人哋嘅身上咁样，20年博取呢啲痛快，即系攞到自己嘅痛快咁咯。即係嫁禍喺人哋嘅身上，整到人哋痛苦，佢就痛快咁嘅咯。但係我好明白佢哋啲人嘅心理啊。幾時候痛快啊？係啊，佢唔反對，即係默認，話合成更加證明。你就冇去管人哋嘅仔同邊個生嘅啦，你管下你自己嗰個仔係咪你生個仲好過啦，係咪？喂，依家個仔佢都話叫人哋唔好問邊個生噶咯。你之前唔係話上一任老公噶嘛？你話你冇愛心，不但止你就冇去管人哋嘅事啦，嚇做到獨善其身啦，係咪？喂，依家又唔係講嗰個版本喎，你怎講翻話？哎呀，我同我上一個老公生嘅，咁咪完咗啦成件事。是的，黄皮啊、好吃的。依家叫唔好理啊。挺好吃的，有的要会酸一点吧。依家话你唔好理我个仔同边个生噶啦，你理好自己先咯。咩料啊？吓、啊，大山婆，江医生，点解突然间改晒口风啊？呢条友，我唔食啊，系唔好攞过嚟。发脾气啊！我唔食啊，唔好攞过嚟。
快爆啦！我现在我是二婚啦，那不管我怎么说也没人相信啊！你们尤其是那些想摸黑我的人，他就故意说我是三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些人太无赖了，太卑鄙了。咁你讲下，对，时间会证明一切啊！谢谢。咁你讲下你个仔啊嘛？你说我面黑黑。那你不自己照照你自己，那你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对吧？继续啊！你说人家你本来就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好人，是吧？如果你一个人心态好的人，正能量的人，绝对不会出来说我骂我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我不用看到你的人长得怎样啊，就是从你这些。字打出来，我都已经感觉到，都已经知道可以断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系啊，你话系就系噶啦嘛，皇上话系就系系噶啦。好人是会说好话的哦，只有那些坏人才会说那些黑心的话的哦。黑心什么？冇人欺先啊！你成日咁，你成日讲嗰五个仔女做咩啫？系嘛？讲个亡妻，人都唔喺度啦，你仲讲？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有的很多我都来不及看的哦，那下面还有99条的现实，快点打吧。我还在上面看那些删除那些黑粉，那我肯定是好人哦。点解一定系好人？我现在用生命在。爱护我的老公，你晚上那么多人来伤害他啊，侮辱他，啊，打击他，攻击他，打击他。Melody 同埋拉芬，多谢你打击你咩啊？你边度俾人咁容易俾人打击嘅咩？快啲啦，大三炮，快啲爆啊！我哋要睇你爆啊！谢谢大家的关心啊！唔谢谢啊，闹交。亏的，睇你爆蚀啊！我哋要爆蚀爆蚀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啊，河马唔得噶。我都不认识那叫什么青青，你叫我怎么承认呢？你做人怎么这么卑鄙的呢？是吧？哎呦，你真的是好赖啊！你这种真的是。青青河边草啊！神经病啊！真的是神经病一个，神经病啊！老娘都不是你先想的那什么青青哦，所以你这种人真的是太黑心了，要硬逼我承认的吗？他妈的，真的是爆粗啊！又开始，青青河边草啊！喊伯母啊！那五个小孩我管不了的啊，我教不了的啊。教不了，咁你成日闹佢做咩啫？咁呢度教唔到啦。你认得人家是亲戚，那还有人认得你是杀人犯呢？那你承不承认呢？你真的是讲呢啲嘅咩？咁有名有姓，噏得出你咩名字？我说你杀人犯，好不好？你有咩证据先得噶？你说话不要太伤人嘛！你老是把那些人不好的那些人哦，加祸在我的身上，要我承认。你起码都要有个牌拎住啊！你话人哋杀人犯，有那么卑鄙的吗？你证明人哋坐个监先得噶，咁样点样卑鄙啊？大三婆，啊？哪里卑鄙？你要自己去做机器吧。你知小燕就让你去做知小燕去吧啊！拜拜拜拜啦，你去做知小燕啦。小燕，我喊伯喺度讲咩啊？咁啊，奸计得唔到请喎，坦白系咪？一出嚟就俾人举报啊，极速
我也不知道青青是哪一个啊。你咪睇下只碟咯。我也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。使唔使送只碟俾你啊？你唔知青青系边个？哇，冇咗啊！系咪冇咗？定咗喺度喎，俾少时间你啊，帮紧你，帮紧你。好，哦，主播安全调整中，整改中啊。青青，青青系边个？点解咁多人话系青青？啊，即系话主播已暂停直播啊，咁咪暂停三十。我今天擦一次口红，你们都要可以骂我的，你真的。点解净系得声嘅喂？你真的太不应该了吧？净系得声啊！你做人做成这样，睇下会唔会？点解黑屏啊？小燕你好。青青啊，有货金喎呢条友 ，G G H L 99，做咩啊？咩咁啊？咩料啊佢？唔系拎住两支指挥棒啊咁啊？系咪谂住做指挥家啊？河马？咩料啊？咁快？唔系啊嘛，指挥棒啫，帮紧你，帮紧你啊！哦，无法观看直播，暂时无法浏览此动态。哦哦，系啦。咁样有咩问题啊？咁样都违规啊！人啊，嘟嘟嘟，哦。无法观看直播，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，系咪啊？咁啊，河马咪辛苦大家，系啊，结束咗，开翻又开翻，有开翻咩？没有可能啊，点样开翻啊？打系咪跳大妈广场舞？收咗皮喎，啲人话，等阵啊。收咗皮系嘛？皮已收，皮已收啦，应该投诉庭审核中。咁呢个表唔需要啦。系做运动都有嘅，你同阿冚伯自己做运动啊嘛。啊，你在呢、這个系啦，7月8日啦，9:3029分。对视频宁姐讲现实，咁啊开直播已经提交审核中处理，咁啊投诉成功通知，系嘛？咁啊宁姐讲现实，你所投诉啊嘅该场直播，因为违反平台相关规定，已被处置啊！感谢你对视频嘅支持。咁啊，咪边个话开翻呀？嗱，如果开翻，你定如果佢再开过，你掉条拎出嚟啊！應該冇咗啦，仲有咩？又無法係啦，無法觀看直播，暫時無法瀏覽此動態啊嘛。嗱，睇下佢哋啲群組講咩啊？違反平台已處置，咁但係佢係啊投訴成功。小鳳姐出場，我哋咁辛苦聽佢直播，就等呢一刻啫嘛，大佬。咁如果佢再有新嘅麻煩喺群組度貼拎啊，嘟嘟嘟，清姐阿龍喺邊？我都想知道阿龍喺邊啊！依家睇群組有啲咩講啊？繼續慢馬啊，係啦，沒有啦，波多里老師啊！咁但系之前点解又咁难举佢嘅？系咪？系啊，一讲佢拍爱情动作片，佢之后就即刻离神啦，系咪啊？
我都不同你讲啊。咁啊，再睇下 Facebook 嗰边啦，睇下有咩消息啊。咁都好耐喎，玩咗个几钟啦都。